盖房子打好地基是根本，地基稳固，住的人才会安心。只有脚踏实地，一步一脚印，才是最实在的。买菜品质新鲜最重要，品质若不好，宁可不要买。老百姓最怕遇到一些现在贿选的人，将来贪污把我们辛苦赚的钱放进自己口袋里。为了幸福的将来，不该拿的就不要拿，应该说的就要说出来。